好，我们两手合掌，两脚用力踩地啊！我们大家现在呢，运心做观想啊。这个理上呢，我们呢观察啊，我们啊求生极乐，的理由是什么？这个刚刚有位居士那个他有那个什么特异体质，说什么呢？那个什么神呢、叫他来修行啊，然后还说什么叫他去极乐世界，然后他刚刚跑来跟我讲，可是师父我不想去呢，贵州还要亮，他在那打佛七。然后跑来很困扰的跟我讲，说他怎么要我去极乐世界呢？可是我不想去，然后他才打佛七，一整个状况，就我当下感觉很乱，你要把跟他讲什么？因为他突如其来的，而且他是很认真的哦，用很认真的那种眼神跟我讲。所以呢，这就是你看啊，我们不去极乐世界，还真有理由哎，是这样，所以，这个求生极乐啊，还真需要一些理由，因为他不去的理由很天然，你懂吗？我都无惊啊，我死业吧，然后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，在他想象中啊，我都阿未要死。所以后来我不去极乐世界，他刚学佛，那我听到这样之后，那个我早斋才刚吃完，有点想吐，那他说换句话说，他以为现在求生极乐就是求死，他还想成这样，所以说这个。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，求生极乐真的是一个陌生的话题啊，对社会来讲，对一般人来讲，哪怕是对所以有宗教背景或者是说一般民间信仰背景的啊，都是一个怎么讲，一个不熟悉的命题啊。以前呢，像现在不会了，我听说二三十年前那个。香港的和尚周二跟周四不能出来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香港周二周四赌马的时候，人家出来一看啊，光头就输光光，是这样，所以然后你就和尚就是怎么样，就满街被骂，你也输光光呢，腿刚照到我狂被冻伤，你不能出来给人家看到，那你可以想。想象得到说佛法在这种时代多凋零了哈，还有呢，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沿路都有那个电线杆，上面就什么，当然有啦，也有那个天国近了这样，那下面一台车撞在电线杆上，果然天国近了，那有这种的，那当然也有那个什么贴着观音菩萨、阿弥陀佛，那我们都沿路走的时候，在北投啊，沿路走，我就看到一只我就念一次，看到一只我就念一次，就这样念了，一路要到我舅舅家，一路念了好多南无阿弥陀佛、南无观世音菩萨，那个是白色的底，那个蓝色的字啊，就贴在那个柱子上。但是呢，我在三年前，我有一次我去做。坐高不是高铁，那个什么，那个捷运，在台北，台北捷运嘛，人来人往嘛，然后我就坐在那里了，就有一个妈妈就走到，我坐她带小女生过来这样，我就看到那个小女生呢，拉了她妈妈的衣服啊，意思就说妈妈，我们赶快离开，不要站在这里。那妈妈就很好意啊，她也没意识到怎样，她就低下头来，为什么？然后她就指着我。那小妹妹就说：“那你有个怪叔叔。”这样。
怪叔叔，我还第一次被他最近的怪叔叔，是这样。他妈妈也觉得，哎，你讲得很大声呢，搞了半天，他妈妈也很尴尬，那我更尴尬，我是尴尬还是火大，我都已经分不清了，你知道吗？什么是怪叔叔？这样子，然后一直拉他要走，这样。我在想，奇怪呢，以前我们小时候见的三宝啦，见的出家人啦，哎，大人都叫我，哎，你叫师父。哦，哎，然后师父阿弥陀佛，哎，都会这样跟着叫。现在的妈妈带小孩，或者说现在小孩子看着出家人已经这么陌生，这么陌生，这就让我想起来，我去美国，不是去中国大陆呢，大概在25年前，我去中国大陆，然后就在什么呢？哦，就在福州的火车站上面哦，火车站哦，福州啊，那是很大的火车站呢，当年倒没有很庄严呢、啊，当年它才开放而已、啊，是这样，你知道吗？我坐在那里，有超过3个人跑来问我，哎，请问先生，你这衣服哪里买？你怎么理光头先生？你从哪里来？我是贵州拍了了，那就在那个那，当然现在没有了。所以佛法凋零真的是很惨。我有一次我在纽约走，在纽约跑了一个小男生来，然后就对我比手画脚，功夫，功夫，你懂吗？功夫影集啊，对我比来比去这样，我一下搞不清楚哦，原来那个时候在美国正在连续那个演那个功夫影集啊，不是有个那个有个李光头的那个吗？后来他们就发现，美国人就看到李光头穿长衫，就会喊着“空腹”，是这样。这到底是信还是不信，也搞不清楚。是，反正就，哎，佛法凋零啊，哈、哦。那你觉得很熟悉的事情，你居然可以变得那么的不熟悉，啊、哦。那还有，你看一大早人家跑来，他哭丧着脸来跟我讲说：“师父，我不想晚生啊，怎么办？”这样子，那这个就是说，我们求往生真的是需要坚定的理由，不动的意志，最后是什么？就是可以说服通天通地，使所有理由都被你扳倒，说我要往生极乐。诸位这样了解吗？那这个不容易会出在哪里？会出在说你自己最后也不相信你能往生极乐，因为你觉得你不够用功，你觉得这个因缘未到，或者是这个你没有资格等等。所以说求生极乐啊，要信自己是能往生极乐的，那这他就要有一个强大的理由能够相信自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临终的时候所有的不舒服的事情会跑出来，很快，他在一秒之内几乎看完一生，真的很恐怖哦，很恐怖，就像演电影一样，爽这样，他几乎是没停的，但你就是看得到，你在那个同时那一秒当中啊，你几乎等于过了10年那种感觉啊，那这是一眼看穿，结果呢，忧伤、懊恼。这个恐惧多过什么？多过安慰、决定，多过这些。为什么呢？很简单，我们在人间能做的事情是哪一件看起来是像往生的？都不是啊。交女朋友啊，堕落生死啊。那么跟人家吵架，增长慢心啊，或者是做什么选举哦，得了什么身份，然后很高兴做庆功宴。这些将来在临终的时候，咻，你看到了，通通是世间相，没有一件事情是，你求往生的事情。哎，你现在在拜佛，你现在站在那里听经，听我讲，然后有这么一个和尚在那边左转右转的跟你们讲那样，也可能会在0.001秒当中闪过，但问题是量不多啊。因为我们一生当中能做这一类的事情的相对也是少之又少，所以呢，它摆在你生命的时间流转当中那个刹那之间的0.001几秒闪一下而已，你根本抓不住它。所以呢，大部分的行动
都是贪嗔痴相应的，家庭生活、事业、考试或者私下做不好的事情，怎么样？这些越不好的事情，越容易被你看到，因为它对你心目中产生更大的印象。结果呢，忧伤；快乐的事情呢，远离了，忧伤。那么做坏的事情，马上要受报了，因为你要死了嘛，马上受报了，恐惧。不好不坏的事情呢，对你一个要临终的人来讲，永远就是什么？永远是值得留恋的。那又是什么？又是难堪。你看看，一个人临终的时候，奇怪了，大部分熟悉的事情都在远离的时候，你就会伤心难堪啊，这个舍不得，最后呢，疑惑。那如果不好的事情呢？恐惧，因为不好的100个好抵不过一个不好的果报。你相不相信？相不相信？你做了好多好事，结果都赏你啊，冰激凌，吃什么都很好。但你做了一个坏事，一颗子弹就要打死你。你会不会？你正在吃冰激凌，你会觉得很安心吗？不会，你会想着那颗子弹等一下打过来。诸位这样了解吗？所以说，人类在回忆快乐的事情，回忆快乐的事情是惆怅，并不快乐，你懂吗？啊，回忆痛苦的事情呢，是痛苦加痛苦。结果呢，无论是回忆还是记忆，还是什么忆，这些的快乐的跟不快乐的，最终都是痛苦的感觉。所以你想想看，临终的时候，到底什么理由让你那么笃定？让你那么安心的说我能往生，这就是要求，这就是要修。我们现在就是观察这个，好不好？我们要发菩提心，因为菩提心是为一切众生嘛，对不对？临终的时候，什么理由能挡得住菩提心的往生的理由？没有了。你比如说一切冤亲债主现前，你可以怎么想？我都发菩提心啊，我要利益一切众生啊，你们挡我没意思啊，要不这样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去极乐世界，我真心发菩提心就是要利益你们啊。现在你来讨我的债，我一个人还你两个木棍，或者我一个人陪你去地狱里头，我能给你什么？但是如果我到极乐世界，哇，悟无生，回头说佛度有情，我给你所有你要的，有没有道理？这个时候，你跟你的业障讲起话来，论起这个，他是不是应该支持你这件事情？你是不是很笃定？是不是？是啊，是很笃定的，因为你真发心为一切众生了，所有过去害人的事情，现在都翻转成为什么？将来度化他的机缘嘛。就像那个谁，就像这个割礼王，那割截那个忍辱仙人，忍辱仙人就是佛耶。后来他就发愿呢，没关系，割礼王，我对你不会恨啊，将来我成佛第一个度你。后来就是阿耨乔成奴嘛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恶缘马上就转善缘，就是菩提心。你说这菩提心多厉害，厉不厉害啊？厉害。临终的时候，所有一切的恶缘通通过来，你曾经吃过的鸡鸭鱼啊什么也过来，这么细这么细，当年吃要死了，吃怎么吃我，这样子他都过来讨债，你就跟他讲稍安勿躁，我去极乐世界一定回来度你们啊，因为你是真发心，你不是讲笑话，对不对？他会懂的。你了解吗？你也会懂，因为你真心呢、你真心，你没骗人呢、真心不骗，你眼神、你的心情、你的语气、你内心里展现出来的光明，他看得到，因为你要死了，你的心光他看得到，听懂吗？听懂吗？啊，鬼神他看得到你的心光的，懂吗？懂意思吗？所以真发心，真发菩提心，感动天地
何以故？你要利益一切众生去成佛，哎，你不在乎你成不成佛，哎，你只在乎一切众生成佛，哎，请问一切众生要遇到你这种人，他是不是应该助你赶快去极乐世界？对不对？当然我们不是因为这样才发那个心，而这样如果是因为这样发那个心，那个不可能是菩提心，那是交换心。所以唯有什么？唯有听我这样说，彻底的放弃自己的解脱，只为众生的解脱，去发菩提心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听起来很怪哈，彻底的放弃自己的解脱，只在乎众生的解脱，听起来很怪，对不对？不怪，真的不怪。你看妈妈对儿女有时候就是这样，有没有？推干就湿，宁可我为你小儿怎么样，我没命我都要去保护他。不过都还再说一遍呢，不是妈妈都是这样的了，哦，有的妈妈真的让人感觉很感冒的也有了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哦，对不起，我只能说这是容易的比喻，想好不好？好，哦，如果你妈妈不是这样的话，要不就想师父也可以，啊，是这样啊，哦，就这个意思啊，哦，记得，听起来有一点怪怪的，其实一点都不怪，所以这就是菩提心的可贵之处，有没有感觉到了？所以他是不是在临终的时候真正能够顶你上去的力量，是不是？是。所以这次讲的发菩提心念佛就这个意思。好，听懂这个意思了，我们合掌当胸，眼观圣像，口称圣号，身作礼拜，不就供佛之香，意念清晰明白的发菩提心，为欲利一切众生共成佛道故，我今礼佛拜佛，称念弥陀圣号，求生极乐，万缘放下，信愿离极，六根都摄，信愿相继，念停拜南无。